要么就是炖大只的，啊，为了点击率跟他拼的。等我那一台改到不能改的时候，就是 BMW 出现的车。想啊，这些你知啥吗？这些我咱应该启动去摆嘛。你说那个 BBB 对啊，秒用嘛。但是基本上网友阿峰他们会，所以我们现在过去找他们，到底是机器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？他刚好就在做那个钣金修复，是那个凹痕。应该算那个敲敲打打免考期吧，好像应该就修复吧，就是稍微把你弄起来，对吧？那我们也是这样啊，一片门那么大片，为了一个小球考一个漆，我就觉得很浪费。有些是原漆，你也舍不得把它重考。这个会用的话，我们就给自己用，走吧，走，卡棒光还没出门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蛋糕，要查嘞，这是包的吧？没有，那原本的。原本是这样。原本就很帅。这个 Movo 啊，不是我的菜，可是我爱。就安卓那个，我是直接就安卓那个。我是觉得不错啦，它旅行车。啊，对啊，你不爱旅行车啦？可能是因为它是旅行车，所以我才爱吧。谢谢侬。对啊，丢那应该比较凹痕的才丢。我上面 DB 高倍的嘛，阿妈，怎样？伟大的网友阿丢，阿丢破解这个，哦，看到那球好不？那不好，等你拿头去抢。对，开那一套，开在机，对不对？不如来开外边路诶，很快就好诶。对啊，你看，你看这工具好多，你看，我刚刚远远一看，我以为是真的是风枪，这是他们在搬的时候的工具。还蛮多的，长的、短的，对吧？什么工具都有。钻线嘛，对吧？哦，就是钻线，过科皮的苗，哇，让你打到骨折。你看，主要是这点位，那毛多这点位，对吧？哇，那刚刚一个这样的，我该去拼啊！加油喊得嘛，对吧？你看，浅凹的、深凹的，这料是，长料，中料了，多出来。说出来你搬回来就是，假设你搬到平了，它没办法平，可能会凸起来一点点。哦，料已经多出来了。你在这身边门啊？阿迪斯，是啊，确定吗 ？OK， 这是阿迪斯，阿迪斯，没错。哇，这厉害！哎，我猜对。等下我们就麻烦那个阿东师傅帮我们标明一下。哦，好。还有，如果车子有一些小凹痕啊，都可以找阿东师傅。求助一下，好，只是说这个要预约啦，你知道为什么要预约吗？因为哦，我刚刚有稍微偷问了一下，因为这样一个凹痕啊，随便啊，都要一两个小时以上，他不是打就敲两下就好了，跟你收个5000、1万的，没那么好赚。你刚刚这有好吗？嗯，这个真的是没两样的，我头可以开2-3万嘞。这个大概99.9%的凹痕。都是不能处理的，不是就你压的比国贴等来嘞。其实是大陆它的厂，然后拿去亚马逊卖，基本上它是大陆偷比美国的产品做的。中国厂嘛，就代表做。哦，我可以按那边敲人气用好嘛，到底是真正可以使哦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太轻，太重，这就有点深了。基本上这个就很深，这算深，但是我再敲一个，这样，哇，这个较轻嘛，这个较浅，那基本上是这个看嘛，那基本上只能修这样了，这样有点折到了，也是可以修，但是它花的时间会比较久，这样子，我准备要捏了哈，有没有？它会变小，这时候。它整个缩起来，嗯，这边是对的，然后它分次，它会慢慢的变线，慢慢越粗，它就是凸的慢慢下来，它已经冷却下来。哦，对啊，这时候其实我们要做的动作是把凸的打下去，它应该要是一种类似这种锤钉的嘛，然后我要把这个凸的打一下，打平一下。
些凸起来的。线比较细的地方就是把它打到粗的，基本上就是把凸的打到平。这时候如果你不打下去齁，等一下凹痕是它是不会起的，不会起吗？对，因为被上面这个凸的压制住，上面有个压力去把一直压，让它不要起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凸的地方打下去。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再试。然后它这一带比较不好，它做到很平，所以我看不到那个。我知道，你要说有一个类似像一个这样尖尖的中间有空洞，然后我才看得到它的形怎么跑。对，我要抓线抓的不会很准，知道吗？然后你会看到它会更小，凸的我们就继续锤，继续锤下去。它就是要反复的，对，把凸的拉起来，然后再深一点，深哎，没有都新的啊，这旧的，这是旧版啊，这旧版，因为就是类似这样嘛。这样的好处就是，假设我这根过来，这个点在哪里看得到？啊，因为我们是平的压的，也是偏左偏右，看不太清楚。对，对啊，这种的比较好，所以新的不一定比较好。你看，这样就说我看得到位置，然后它。看到它的凹痕周围，如果是凸起来那个尖尖的，一定要打下去。知道，它在那种传统的是用阿飞棒，阿飞棒就是一个铁块放在，就是引到那个就是凸的点，就是往下是凸的嘛，凸的啊敲那个最高的，它才会这样往上升。对，那是传统板筋。对，啊，这个就是不一样，这个就是有不能把它伤到漆嘛，所以就会慢慢拉，慢慢拉。慢慢拉。对的，如果这个要烤漆就很快嘛，用力敲敲就好。对对。大坑的矿物啊，这坑修过啊，这家很小的，对，其实看不太到。哎呦哎呦，看到看到。嗯。这样撞旁边不会有什么伤吗？它这种它那个是什么？它这种特殊的胶钉，它是尼龙的。尼龙。对，它不是塑胶，所以它有它的弹性。哦。对它，所以它比较不会去伤害那个漆面。所以照理说，我之前买这一台它是有附的。它我不知道新的竟然没有附。啊，那不是咱的技术的，是，对哦，自己的，对啊。敲旁边又更下陷，那这样子才可以有机会把中间再把它拉起来，所以一定要这样做。我这看明显了，这样就突然变明显，而且有，然后像那个影片，它可能在这里它就站了，就会让你以为修好一变平了。对，但是其实它等一下量的时候，它会慢慢再凹下去。接下来现在它是一点点啊，我们就讲的这算是折痕。它不像这个是没有那个一个洞，这边是有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接下来如果要把这个细球，就是要靠我们的那个工具去把它刺起来。所以现在怎么做它这个中间就是这样，就这个就类似所谓的这样折，尖尖折是没有办法靠这种机器，因为它毕竟是整面的，你要单攻这一个点就是需要用工具。像小资上是用球棒，对，你们都是死面的，那基本上。打成那样子，连我们都修不太起来了。我们已经超会专业的专业，所以当时哈，其实方式就是要有耐心啊，不断的打，不断的拉，要不是一两次就成功了。所以它的极限大概就是修这个只能修到这样子。那我刚刚看到一个也是很浅，像这个就可能有机会连这个豆豆都没有。对，我指向这个。对对对，好，好，就这样拉哈。你工作的时候会常用到这个东西，车门他们都或者任何都有结构梁，那我工具碰不到的地方，就是说，然后又是浅浅的，我工具说就是可以靠这个试试看，就是他有机会把我工具碰不到的地方修起来，就99.9%的凹痕砖基本上这台机器都不能做，
唯一就是偶尔遇到哦一点点，然后又要修的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去试，慢慢的拉，慢慢的打，慢慢的拉，慢慢的去修起来。但是一样啦，浅色的车我们就不试了，其实是让那个板件发热，所以浅色的车容易就放，反而让客人的漆都烧掉，所以它不是这么实用，它只能用在深色车，然后又是原漆这样。时间点，好了，它这一次连的洞洞都，等一下就没了。所以要这么浅才可以。欸有欸，我这边看它是线这样子慢慢。对啊，浮起来，慢慢降下来。慢慢降下来。然后等到凉一点，我们再敲。这时候很热，不能敲，因为这时候因为发热，漆已经是软了。我这样敲可能会让漆变得凹洞，所以要等它凉，也不能在很热的时候敲。所以有时候还是摸一下。用手感觉一下。对，边边敲一敲。好，基本上敲下去已经快看不到。欸、真的不见了，这还可以再拉。然后有时候你看旁边的漆其实也是凹凸凹凸，有时候就是可以带过，然后我会慢慢的放，就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凹痕正中间起来，是我才会再用力久一点让它再起来，不然都会抓错。如果像那个挡住，我根本我不知道在拉哪里，所以有时候把旁边凸的越拉越凸，反而折的越来越多，这个凹痕就死掉了，所以它只能修这么浅。欸、如果不分次就是容易烧漆啊，一直死命的拉，有时候钱赚不到还要配客人钱的。我经验。哈哈哈哈哈。大哥问一下，那像这种凹痕啊，你们修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？像这么严重的，它因为它脏掉了啦，它的修复率大概也只有到80%-90%，它还是很严重。像这样的话，大概也要修个1.5-2小时。主要是。要用工具去从里面把它掏出来，从它的正对面开始去推，所以它的下面这些都要把它拔掉，这样，把门板那些拔掉。那基本上这种我们是尽量不拆门板，像以车门的状况啊，我们是其实是利用它的玻璃当我的背面的那个支撑，我会塞一个护板进去，像我们这种就是把玻璃降下来，护板放下去。就是我要修的凹痕，我工具就进去，然后去把我要修的凹痕把它顶、慢慢顶这样，把它顶，再慢慢的这样按摩。这边再缩放，有一点，有我看到，对，慢慢顶。那方式也是啊，就是把凹的顶出来，凸的打下去，就是秘诀就在这里。因为工具它是尖的，所以就可以把类似最后一步尖那个一点点，我们是可以把它挤起来。挤起来。哎，我修那个，我把它位置要找到了，要感觉位置就对了。对，好，我开始顶喽。哎呦哎！那就是工具把它这样刺起来，然后凸的我们再继续这样打下去，然后再刺，最后就会不见。刚刚远远有个小小的洞，也都不见了。它周边还是要细修了，但是最主要是告诉你说，中间的那个小点还是要靠工具。好啦，今天已经结束了哈，感谢那个阿东师傅帮我们对证实了这个真的是没什么用的热刺，因为那一点点，老实讲了也可以带过的东西啊，再来用就是要用很久。我们之前也是太大力了，不晓得敲那么大是没有用的，是还好阿东师傅帮我们对破解这个东西，就是破解谣言，老板买了2-3万的热刺回来，占了一个空间呢。好，今天就圆满结束咯。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，好，帮我们搜寻一下吉米免烤漆，就是他可以帮你用。好，真的不小心吃，最好都别撞到，真的是不小心 A 到，就被人家敲到，可以来找他。好，记得。没有照。没有照啊，我要把垃圾带走，不要放在这边，造成别人的困扰。困扰。然后就给老板说。哎，拍谁？里面的也笨死哦，也不能说它没有用啊，它还是有用啊。对，好，没在用笨嘴那边，对吧？攻击到了打狗，没有到，起无好，但是也程度就是一点作用不大，对，作用不大。嗯，店真的要来找他用一点点，人家两下就好了。结果这个半天，它有风险，浅色系又不能用，对，白色用到最后奇怪，这一个怎么超会打理，黄黄的，还用深色的车，台湾的车不是黑就是白而已啊。
有一半不能用，所以这个 功能只剩下一半了。CP 值不高。好，回家了。换着我们看摩擦一集。小西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最后啊，你我去学成归国啊！我学成归国，你听到几个？天公，我跟你讲，天公比国买嘛，比国买啊！中间是大陆做的，大陆没去比国了，无大陆封比国的，现在是二条，这是封的。都买到 Miss Mono， 对啊，下次叫小姐会不会叫伪娘？有可能，不好意思，我都要关灯啊，我习惯趴着。你看，人讲人这伊以前买一台，人有驾照，咱无，就是你 Q 的时阵，爱安尼，狂安尼狂狂狂狂狂，啊讲哦，周围。伊那 Q 的时阵爱哪？我 Q 完烧嘛，啊反正啊就是共锤啊，就是假设你共锤啊，啊这一点嘛，啊这边咧就是较狂啊，小狂狂狂狂狂，讲哦。较平均，啊，较幼了，较会变，不然太深，啊，以后难哦，对啊，因为伊讲这废物无好诶，无啥好啊，对啊，伊讲你这根本就，敢若较深诶，根本就救袂出来，啊，较浅诶，对伊来讲，因顶落少用者较紧，啊，伊那较厉害，伊那也有尿，对啊，伊那有尿诶啊，伊讲这根本就是。不是说你是垃圾，在场都是垃圾。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又被骗啊！我人生都完了，永远都要被骗。我跟你讲啦，这实验精神呐，有啦，时过大过于这个啦，对不对？实验精神，实验。来，我讲开机来开几班？干，开两班呐。两班啊，这个两万哦，记得要订阅分享一下。让大家不要再受骗了，不要再去买到他的强国又仿人家的东西，没有用啊！但是真正啊，美国的敢有好，有靠有好吗？还是同款的物件俩？他说是一样的东西，差不多啦。而且头一公你这系列也无靠好啊，你这头白，一公你你 Q 的时候，假设讲我要即摆拄着一点，你就摆。伊也是摸自己的，伊也是开起啊，开起啊，再讲对那个洞，假设你对这个洞还对得到，哦，你 Q 是快点，完了膨胀啊，刚刚快点，一共一件快。好了，这两万块钱，希望帮我们多分享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我们不是要赚回来，是更多人不要被骗。对，好不好？让更多人不要被骗。好了。好啦，你唔通听掉，这想法我感觉水水啊。你机也听掉袂要紧，想法会老诶，嘿，我感觉你想法还不错咧。对啊，啊，你赶出去干哪？被恐怖攻击诶。对啊。就讲咱磕头啊，走！我来讲，等我对去走，惊着走啊，对啊，惊死。好啊，走走走。不然被单掉，叫伊讲想法会老着，建议他单掉。走。都被骗了啦。被骗，被骗。哈哈哈。啊，单掉去哪？诶，我咧，看下这红夹吧。啊，反正也是都是啊，反正是那样啦。